Sorry.
大家早上好，我是顾文，是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昆士兰州的首席执行官。非常理解这段时间对大家来说都很不容易。我们作为中澳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桥梁，也是希望尽我们所能，可以协助到我们现在的会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三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疫情下的澳洲企业生存策略和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我也借此感谢昆士兰州政府贸易投资厅以及布里斯班总领馆对我们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今天活动的议程非常满，我们在正式讲话环节结束之后，会有一个问答环节，也是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的一个交流，可以做到很多的互动，因为毕竟我们一般的活动都是面对面来进行，但是因为在疫情下，我们不得不在线上这样子交流。如果您看到对话框下方的话，有一个 Q&A 的这样子的一个 button，到时候就可以点进去您可以去提问，然后我们争取在问答环节把大家的问题都能解答一下。我们也会邀请大家参与一些投票活动，如果您点击屏幕下方的这个 pose。就是有三个这样子的一个立体的这样子一个长方形，您点进去，我希望您能参加我们的第一个调查活动。这次疫情对您企业影响的程度，我现在就是会把这个分享给大家，然后在您时间可以的情况下，欢迎您来投票。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结果。现在我想邀请今天的第一位主讲嘉宾蓝玉强，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馆经商科技处主任蓝领事来谈谈中国在疫情后一些经济复苏措施，以及中国与昆士兰未来的合作前景。蓝领事，话筒交给您了。Hello，听见吗？谢谢顾文，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一夜之间呢，新冠病毒这只黑天鹅按下了全人类活动的暂停键，影响波及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几个月以前呢，没有人会预料到世界会经历如此巨大、如此前所未有的这个动荡。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程度呢，全球各大机构、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企业家，都在密切的跟踪和分析。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各预测都在不断的随着疫情的发展而变化。
各国采取的纾困措施呢，也在随着疫情蔓延而不断做出新的调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国的纾困的举措，那么还有中昆未来的这个合作领域。OK，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国际组织的预测情况。世界贸易组织呢表示，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导致的这个国际贸易跌幅可能比二战以后的任何时候都会严重。WTO 在4月8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描述了未来两年全球贸易的这种两种可能的预测。那么在乐观的情况下，商品贸易全球会下降13%，然后在2021年会反弹21%。那么全球的经济的下降的幅度呢会达到2.5%。在悲观的情况下，今年全球的商品贸易量呢可能下降多达32%。那么明年呢会增长24%。悲观情况下的经济收缩呢可能会达到8.8%。那么接下来是彭博经济研究，这个它的这个全球 GDP 追踪指标显示呢，3月份经济萎缩是0.5%，4月各国如果是继续维持这个封锁的话，经济下滑最糟糕的数字呢将会出现。下面是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称呢，疫情正在对就业产生前所未有的深远的影响，有超过10亿就业者可能面临很高的减薪和失业风险。伴随着全世界的停工、学校停课、和商店的停业，可能有27亿的就业者会受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那么酒店、食品、服务、制造和零售领域面临的风险呢就格外的大，大约可能占到全球劳动力人口的38%，这个量非常高。那么根据摩根大通经济学家的分析，新冠疫情将在未来两年内夺走全球经济可能超过50,000亿美元的增长，也就是全球生产总值的8%，这个相当于日本的年产值。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昨天春季会议上也发布了全球预测，那么预测呢是在2020年，今年全球经济将收缩3%，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下滑。那么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世界经济曾出现过0.1%的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呢，189个成员国当中啊，可能会有17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出现负增长。同时呢，这个国际金融协会也认为，今年世界经济增长是-1.5%。那么，《经济学人》这个智库预测呢，今年全球经济是收缩2.5%，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候也更差。那么，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预测，国际评级机构呢，这个惠誉预测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呢，今年可能降到2%以下。那么野村证券预测呢，是中国一季度是降幅9%，二季度是大概降幅0.5%。那么我们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这也是中国最高层的判断呢，对国际形势是用了严峻复杂这4个字，也就是说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啊，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对国内形势呢也是用了4个字，困难加大，就是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加大，复工复产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困难和挑战呢是有两个，一个是出口骤降，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波疫情的爆发。那么中国官方的目标呢，这个对经济预测的这个目标呢，可能会在已经延期的这个全国人大会议上确定。这个人大会议什么时候开还没有最后定。中国呢是全球的这个第一大出口国，疫情导致了外贸几乎是停摆，
中国外贸企业现在复工呢，面临先三个大的困难，一个呢就是国际需求断崖式的下降，第二个就是原材料供应链受阻，第三个就是人员往来停滞。在前两个月，受春节因素和这个疫情叠加的影响呢，中国出口是下降了16%，对美国下降了接近20%，那么对这个日本呢下降了15%，对欧洲下降了是14%，对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呢，这个实际上是增长了一些，增长了大概幅度是2%。那么三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发布，可能这两天就要发布了，但是肯定会非常糟糕。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中国经济的这个复苏措施。那么在国际层面，在3月26号 ，G20 领导人呢视频特别峰会发布了这个声明。他声明是这么讲的啊，这个领导人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一共同威胁，加强协调合作，采取开放的经贸政策，降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促进货物和服务跨境流动，重振国际经贸发展信心，这讲的还挺好。那么3月30号呢 ,G20 的贸易部长在应对新冠肺炎的特别会议以后呢，也发布了声明，他讲就是大流行病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协调应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和协调，以保护生命，并为危机后经济强劲复苏和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奠定基础。我们正在积极努力确保重要的医疗用品和设备、关键农产品和其他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持续跨境流通，以支持我们民众的健康。那么这个会开了，话也说了，声明也发了，那么哪些国家呢会不会真做，让我们这个拭目以待。中国呢实际上现在已经率先开始落实了领导人的承诺，到这个4月8号，已经有58个国家和地区，这个和中国呢签署了医疗物资商业采购的合同，还有71个国家和10个贸易组织正在跟中国洽谈，包括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昆州政府，维州政府，还有西澳的一些大企业也都在跟中国的这个中国国药集团，在进行洽谈当中，我们领馆呢也正在帮助昆州，来这个政府来做一些协调工作。那么看一下中国的这个纾困措施，从中国的中央到各省市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纾困措施。我在这里面呢，就是汇总了这么4个主要的方面。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物资的供给，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兵马未到，粮草先行。那么从1月21号，也就是武汉封城的前两天开始，中国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纾困的行动。首先呢是要解决湖北这个武汉封城期间的能源供给、交通物流、城市运行、医疗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这个供应，对这些做出安排。那么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呢就开始复工复产。这个当时国家是建立了统一的一个调度平台，对重点的医疗物资呢实行统一的调配。一些大的中央企业还从多个国家采购了大量的紧急的这个医疗物资。同时我们昆州的这个侨团呢也在第一时间这个组织医疗防护物资支援国内。其中我想可能有的人就坐在电脑前面，我特别想说谢谢您。那么到这个4月12号，根据中国政府的监测呢，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呢差不多已经在80%。那么规模以上的就是一些大的企业，这个复工率是99%以上，基本上全都复工了。那么全国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啦，超市啊，百货商场啊，便利店等等，这些其实也都在不断的开工。那么总的来讲呢大概都在95%以上了。特别是在前几天的清明小长假的这个期间呢，
全国的住宿和餐饮的日均交易额已经恢复到了去年同期的一半的水平。当然了，现在面临的困难还非常大，有很多的外贸企业呢虽然开工了，但是其实没有订单。这个医疗防护物资的供应呢，比如口罩呢，我想再说几句。现在我们国家那个口罩的日产能呢，大约是2亿只，比二月初的时候呢是扩大了10倍。这个当然也从中折射出来了，这个是中国制造的这个优势和潜能。中国呢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那么中国拥有这个所有的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工业产业链，这样就使这个迅速调整生产、重组产业链呢成为可能。比如说像中石化，几天的时间开始生产这个熔喷布，就是口罩里面用的。那个服装厂呢，转产生产防护服，这个白酒的企业呢转产生产酒精，建材企业呢生产这个医疗耗材。对这个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的企业呢，我们也实行了这个实名制的管理，给予一些税收金融的支持。这个监管部门呢当然也是特事特办，开通了绿色通道。这个对具备条件的这些开工企业呢，在最短的时间办好这些营业执照和生产许可证。同时呢，有这么大的口罩的产能，国家实际上也建立了一些兜底这个和兜底的政策和收储的制度。疫情过后呢，防护物资富裕的产量，政府将会统一收购存储，这个让企业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它就像拥有各种颜色的这种调色盘，作画的时候呢，这个才会有随机应变的这种底气。那么二月份之前呢，中国从全球进口了大约是7亿只口罩。从3月1号到4月4号，这个期间呢，中国向海外出口了一共是38.6亿只口罩。这个4月1号的时候，中国政府发布了这个防护用品合格企业名录，规范了这个出口秩序，要求出口的医疗物资必须取得资质，符合进口国的质量标准要求。媒体上曾经前几天炒过的这个荷兰、芬兰进口中国口罩所谓出现的问题呢，实际上它不是质量问题，而是一个购买的低标准的口罩，它仅限于个人防护，不能用于医护人员。但是呢，这个荷兰和芬兰方面可能没搞清楚，其实就是这个买了这个馒头，这个使用者发现呢没有馅儿，所以这个媒体呢就开始黑中国。感兴趣的呢可以到网上查查这个实际是怎么回事。现在中国正在帮助一共是12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4个国际组织，来这个给予协助。那么与此对应的呢，现在有全球有75个国家是禁止医疗物资产品的出口的。好，这儿，第二个呢，就是保证这个流通，不要中断。OK， 疫情发生以后呢，国家是组织这个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统筹了这个全网的资源，迅速开通了国际和国内的航线。中国呢有13家的大型快递企业开通了救援物资的绿色通道，畅通了这个陆路运输，全力保障应急物资的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这个运输和快递需求。像京东啊、物美啊、顺丰这些大型电商企业呢，它利用全球的供应链的这个资源，对口罩、防护服、护目镜这些紧缺物资呢，也进行了跨境的采购，实现了这个线上不打烊、线下及时配。那么不接触配送的服务新模式呢，
现在已经在中国已经推广开了，那个全国的这个快递小哥是奋战在保供的第一线，有的有一个快递小哥还上了这个时代周刊的这个封面啊。那么为了应对传统外贸受到的这种冲击呢，这个4月7号中国政府在已经设立的就是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基础上又新增设了46个这个试验区。现在呢中国一共有105个跨境电商的综合试验区。那么这些对这个对试验区里面的这个电商零售的出口货物呢按照规定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有这么很多的支持政策。所以如果您要是做这个跨境电商的贸易呢，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第三个就是支持小微企业。中国的小微企业呢就业人数呢超过2亿人。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转呢它决定了就业率。所以国家采取了这个一系列的减税降费的一些措施。那么减税方面的纾困措施呢，比如说这个餐饮企业和住宿企业受到疫情严重的这些行业呢，亏损的结转年限由原来的5年延长到8年。那么小规模纳税人，也就是年销售额在这个500万以下的，3月到5月湖北境内的免征增值税，其他省份的呢增值税由3%降到1%。那么在社保政策方面呢，那么对湖北的企业2月到6月这个养老失业和工伤这些社会保险单位，这个这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的部分呢会免征。那么对湖北以外的企业，那么2月到6月的这一项保险费也是减半征收的。那么对大型企业会征收对大型企业2月到4月会这个减半征收这三项的保险费。那么困难企业可以申请缓交社会保险。职工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部分呢也实行了阶段性的这个减半征收。那么在降低成本方面，这个2月到6月的电价呢是要降低5%，并且提前执行了是淡季的天然气的价格，然后减免了国有企业的租金，全国的收费公路在疫情期间是免收这个通行费的。那么困难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对小微企业的工会经费实行全额返还等等，这些呢都是中央层面呢出台的这个部分的政策。那么各个省的层面呢，有的地方呢是减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于承租国有物业的中小企业免收租金，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呢免征这个污水处理费，城市道路占用费等等费用。有的地方呢对购买这个新车和这个新能源汽车都进行补贴，那么汽车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呢也都是有了一些新的出台，有的还推出了不同形式的这个消费券，总之这些措施都非常非常多。那么金融支持，3月10号开始，金融机构开始对企业提供这个三个方面的支持，一个是这个扩大外贸信贷投放的支持，满足贸易融资的需求，第二个呢是对保险的支持，也就是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短期的覆盖面，降低费率，第三个就是财税的支持，这个给了更宽裕的出口退税政策。那么到这个4月11号，金融机构合计的这个贷款支持超过了24200亿元人民币，同时呢也降低了这个贷款的利率，使企业这个融资成本呢大大降低。央行也决定了在4月份对中小企业呢定向降准是1个百分点，这样共释放这个长期资金呢大概是4000亿元，这也用于降低这个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那么这个中国经济复苏这个措施呢，这个稳外资是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引用了这么一个调查，就是中国美国商会它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呢，55%的受访企业认为呢，目前判断这个疫情对3到5年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呢还为时过早。34%的企业呢认为不会有影响。63%的受访企业呢有意在今年继续扩大在华的投资。那么也是一批有战略眼光的跨国公司呢
没有止步于这个疫情的影响，继续在中国投资布局。这里面有几个例子，比如说 Costco 将在上海和苏州继续开设这个门店，丰田呢也将在天津建设这个电动车工厂，星巴克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投资在中国，建一个最大的烘焙工厂。那么中国庞大的市场呢，对外资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简单说一下这个中昆未来的合作的机会。那么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呢，是在2015年12月生效以来呢，关税呢是正在这个逐年递减。再有几年呢，双方绝大多数的商品贸易就全部实现了零关税。可以预见呢，面对中国这个庞大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呢，昆州这个对中国的出口有太多的这个机会，包括传统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煤炭等等这些资源类的产品。那么像牛肉、海鲜，这个未来呢，农产品、水果、教育、医疗，这个都有非常大的潜力。现在呢，这个中国的疫情得到了这个控制，但是仍然我们要警惕第二轮这个疫情卷土重来。美国和欧洲呢，还在继续扩散，印度和非洲这些形势也不容乐观。但是呢，咱们中国人始终认为这个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谢谢大家。感谢兰陵，我觉得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收尾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您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是国际形势现在的话是用了一个严峻复杂这个来形容。等一下的话，我们在这个问答环节，我觉得也会有很多可能听众想向您提问，我自己就有很多问题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投票的结果。您现在可以在就是屏幕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参与的我们这些观众的话，可能觉得就是疫情对企业影响程度可能严重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这边的话会再做一个这样子的调查。这次疫情结束后，您对中国和澳洲两国关系表示，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结果。现在我想邀请我们第二位的演讲嘉宾杰瑞赵，是立德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始人，来和大家解读一下最近联邦和州政府出台的各种经济补助政策。我想杰瑞最近就是这几周是非常忙，因为有很多客户有这一方面的很多的困惑和一些问题，然后也是感谢杰瑞今天花时间给我们做一个就是近距离的一个解读。然后杰瑞也会花一些时间讲这个 JobKeeper 这个，因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好，现在我把话筒交给杰瑞。感谢顾文，感谢蓝领的一些介绍。现在就是说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后面或者说整个经济的一个大概方向。就是说现在我们也是不光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其实很多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或者说可能几百年之前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呢，其实毕竟不光我们刚刚经历，其实很多一些政客或者一些像本地的一些政府，他们现在也是刚刚开始接触这些事情。所以在最近呢，就是大家也在通过跟中国的一些学习学到了一些经验，也是感谢蓝领跟我们的一些分享。现在就是说税务局的方面的态度呢，现在就是我可能跟大家讲几个大概几个问题吧。现在第一个就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想就是很多现在大家都已经在家工作了，这个在家工作以后呢，就是税务局呢为了方便我们就是说这个退税，现在就是说大家前一段时间就看到比较多的，就是说现在八毛钱这个快捷方式，它就是说 shortcut tax deduction， 就是说这个方式呢，就是说你自己呢本身在处理繁忙工作还有家庭里面小孩子这些过程中不用特别担心各种费用，
它只要就是说记录一个工作小时，然后这个工作小时记录呢，其实我们建议啊，大家会比较就是说比较详细，比如说就是说大概哪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基本上就像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交班的时候，就是都会写工作几个小时，大概做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的话，其实也最好是建议大家能把这个都记录一下，因为税务局有可能会翻回来就在查。但这个时间，这种八毛钱的抵扣的时间呢，时效呢是从今年三月份到六月份这段时间。所以如果你要有其他的工作时间在家工作的话，还是要遵循旧的办法。这种方法很简单，很好操作，但其实它的抵扣能力啊，各方面你们可能大家会算一算的话，可能会不多。因为毕竟每天大概就算我们工作八个小时，也就几块钱的费用可以抵。但如果是用旧的普通家庭办公室的抵税方法呢，其实它的每一小时啊，就包括电费啊，或者一些水费啊，或者一些房屋的费用啊，它的抵扣能力其实本来已经很少了，只有5毛2。但它就说这边可以计算，就比如说你买电脑、买电话，然后电话费、网费、文具、电脑这些设备的一些损耗，你都可以计入抵扣。但就是说这边又不包括，就是说如果是在办公室已经有的，比如像咖啡啊、小吃啊，或者一些小零食这些东西，其实在公司它的税务局的角度就是说，你在公司其实应该是有的，你在公司在家里工作不应该额外的获得这些抵扣。所以这些是也是大家不可以抵扣的。但综合来讲，我感觉就是这种旧的方法其实还能，应该是能帮大家抵到更多的税，但就是说记录方面会相对更复杂一些。这个可能要大家注意，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在媒体啊各方面都在推这个八毛钱这个减税方法，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有点亏。大家还是就除了简单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优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后面我会跟大家讲两个方面的补助，一个是现金补助，它叫 cash booster。另一方面呢就是 JobKeeper， JobKeeper 相对复杂，我们先留在后面。现金刺激计划呢，就是说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是，其实大家应该是只要有雇员，他的唯一要求呢就是说他，或者说他就是说审核标准啊，或者说交表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过程。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做日常工作中啊，然后工作记账工作过程中呢，其实都有交BAS Business Activity Statement，就平常我们说的 GST 跟员工代扣税的一个申报，是一般是按照季度或者按月来申报的。所以这个呢，如果是大家一直有在做，然后工资单都有开，其实按照你之前继续做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没有必要担心太多，你的补扣啊各方面都会有的。现在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没有声音，我这边能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能听到吧 ？OK， 那我继续啊，这位朋友可能到时候跟我说一下，看可能是你那边可能设备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如果还不行的话再跟我说一下好吗？OK，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直接讲的话就是可能会比较粗糙，然后现在可能大家用的会比较不太方便。我今天大概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小生意，就是有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担心，就是说这个补助的最少金额是每个生意呢大概有2万块钱。这个金额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金额，如果是一个小生意的话，其实它经营过程中啊，就是可能就是说本来就是已经经营额度不大，然后这次如果要申请2万块钱补助的话，他又担心自己资格够不够。其实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你有一个雇人的一个就是有一个雇佣关系在3月12号之前已经存在。其实而且呢他还有另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界定标准，就是你在2019年的财报已经在3月12号已经交过了。但这个会影响到很多新的生意，还有就是说他在2019年的 tax return 还没有交的情况下该怎么处理。税务局后呢就是说也出了一些补充文件，他说就是说在要求退税的2019年财报已经交的情况下呢，其实对他们的审核力度啊审核标准啊会简单很多。
但如果没有做的话，其实在确一定要确定，就是你在这个财年啊，就是说在3月12号以前，已经注册过你的 GST， 注册过你的 PAYG 的员工代扣税的一些资格，这些的话一般它是可以满足的。但现在可能大家会后面我们会谈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在网上申请这个PAYG， 就是员工代扣税的资格，就注册的时候啊，会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阻力。有时候你会收到一些信息，就是说你在平常在网上可能10分钟可以完成的一个工作啊，就是说现在说让你必须要打电话给税务局来单独申请。其实大家不要担心，就是我们最近也处理过一些这些情况，就是说税务局就是说客人说现在不能注册了，然后呢新的BAS 呢就是没有员工代扣税这一项，该怎么办？都不要着急说怕申请不到。但其实呢，就是说你要打电话给税务局的话，其实他们在电话线上都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大家不要担心。如果你一旦满足条件的话，就是看这个例子呢，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比较简单的一个生意，他呢就是说每个月呢就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工，然后每个月可能就是开1000块钱的税前收入，因为收入比较低，所以你也没有必要给他有在任何代扣税。所以他的那个在填税表的时候，他的 PAYG 是零，所以代扣税是零的情况下呢，税务局就看到这个情况，一般他也会给。就是第一次呢，就是说一定要确认，就是大家分开这个概念，就是第一轮补助的时候呢，他是以10000块钱底以起薪，就是10000块钱开始补助。如果你的金额太少的话，他就先第一个季度在3月季度交完以后，大概4、5月份的时候，他开始发放这些税金。这些补助呢，就是说10000块钱起，第一轮呢，就是10000块钱已经给足了。但你第二个季度没有超过额外补助的情况下呢，它就是第二季度可能在6月份的时候没有再额外补助了。这是第一轮，这样的话，两个 BAS 交完以后，第一轮会已经完成。但在6月份季度交完 BAS， 这个每个季度报表以后呢，就是说在第二轮的时候，他会把，就是因为你是按照季度来做，他第一次呢就先把头50%先一次再补足给你，在9月份的时候呢，再发同样金额的补助再给你，所以整个过程呢是，你的现金流应该是在5月份左右或者4月底的时候会收到10000块钱的一个补助，在7月份或者8月份的时候再收到第一轮补助的一半，然后在之后9月份季度之后呢，你会收到另一半。所以这样就完成了整个一个2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补助。所以这样就是这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可能会大部分生意就是这样一个补助情况，比如说第三季度交的 BAS 呢，就是说 PAYG 就是代扣税这方面呢是14000。这样情况下呢，税务局会补足你的14000的这个金额。然后同时你在6月份如果再交还有要代扣税的情况下呢，他税务局也会同样补足这个所有的 PAYG， 这样的话它的总额大概是24808块。这样就是在第一轮，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两个补助金额呢就完成了第一轮。在第二轮补助的时候呢，它头50%也会在同一个季度，就是在7月份或者8月份完成之后啊，同时会把另一半第一轮的一半再补足给你，所以在你的7月份的现金流呢会变得非常好。然后9月份之后呢会补足你另一半一个补助。但这边我要提的就是说这个金额呢，应该我的理解就是税务方面的理解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金额呢是先要抵扣你之前就是说已经欠给税务局的一些欠款。然后同样 BAS 如果你有 GST 应交款的话，他先要把那些钱就先要扣下来，之后才会退款给你。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小心，如果你有任何欠款，在税务局有欠款的话，是现在可能税务局就是基本态度呢不会追你，追得特别紧，但这个你这个补助呢可能不会以现金形式返回体现在你的账面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另外是一种比较大型企业，比如说这个企业呢大概是每月都要交因为它的就是代扣税的金额已经超过了一定金额以后呢，你的补助其实1月份2月份你已经交了代扣税的金额给税务局，3月份以后呢你会出现呢就是说也还有同样一个金额，但这个金额呢在这次处理的过程中啊，税务局为了公平起见呢，他会把这个金额会变成3倍退款，退回到你的那个 GST 的账上。
所以呢，你在三月份或者四月份，交完BAS 以后啊，就是说你这个退款金额会非常大，所以这块就说已经也是大家注意的，但它的上限，所有第一轮的补助的上限啊，已经到50000块钱会封顶，所以你在四月份交完 AIS 以后呢，就是你只有79000的一个这么一个退款，所以在之后五月六月基本上你已经拿不到，因为你的50000上限已经达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之后的第二轮就会在六月份开始。这个七月份就是说大家开始六月份的 BAS 交完以后呢，就是在七月份左右你会收到这个四分之一，因为它的负的概念是因为如果是按月来交代扣税的话呢，它会把第一轮的所有的退款除以四，除以四再分四个月，然后一点点发给你。所以你的现金流会变成的相对来说就不太稳定这么一个现金流，所以你的第一次现金流会很大的一个补助，之后会减少，然后到六七月份之后 BAS 交了以后呢，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现金流，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所以现在这一块的补助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直观比较简单的一个处理方式，对税务局来讲呢，其实他做的工作量也不会太大，审核方面也是只要通过这个员工的雇佣关系的真实性的一个界定的话，其实在税务局方面工作日常批款的工作力工作量不是特别大，但审核方面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税务局呢，就是说在公开的一些资料里面，就是说他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付款方式的一个就是一个规律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原来是呢是一个自雇，然后或者说是家庭基金的一个经营方式，平常呢我们没有给个人或者说给股东啊或者受益人开任何的工资，但在有这个政策以后呢，我们开始给这个受益人以原来分红的形式呢改成了工资的形式。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说其实税务局呢把你个人所得税的一些成本就是变相补给你，但如果你要通过这个来增加你的返款能力的话，其实税务局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些情况的。因为毕竟现在就是大家都在使用，其实大型小型企业都在使用single touch payroll。在这些过程中，其实在如果你一旦使用这些软件，然后符合这些规律的话，其实税务局不难找到这些相对来说的一些规律，但如果是新生意，然后原来没有完全用过经过 touch payroll 的话，这些审核能力的话他们会慢，但他们明确就说也是要不会不查。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个整个通过就是 cash booster 还有 job keeper 这两个补助的方向呢，其实它的立法的过程非常非常快，就是说他在制定这些条款的过程中啊，毕竟还会很多就是些漏洞在里面，所以为了补偿这个时间的一些漏洞的可能性呢，其实税务局啊还有就是说Parliament 那边呢，就是他把很多审查的机制还有一些权利下放给税务局，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尽量谨慎，不要存在就是投机取巧的一些想法，但理解大家都会有困难，就是都想要拿到这些补助，也要找到一些日常的一些帮助，或者说比如说跟你的会计聊一下，看这些是不是一些合理的判定方法。因为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呢，就是说疫情出现以后啊，比如说像餐馆或者说像一些门店，其实他们员工一个是从国内回不来，然后很多就是不同人工上其实是很难找。或者说他们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呢，其实原来老板是不用上班的，也是通过稳稳的拿分红就可以。但如果是疫情的产生以后呢，其实雇主不得不去上班，这种情况是会出现，但也是会触动了一些检查审查机制。所以你在过程中啊，就是一定要记下来，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跟你的会计有一个及时的沟通。这些其实是税务局允许的一些情况，但也是要大家要非常小心，会要记录清楚的一些情况。好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就是如果你还没有 single touch payroll 的话，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把你的会计软件升级，因为之后的像 job keeper 的一些补助的话，很多部分都是会通过 single touch payroll 来帮你简化。没有 PYG 如果是合理的话，其实现在还是可以申请，但无非就是说是花时间要单独的审查，然后这些会麻烦一些，但可以做。
审查力度，刚才讲过啊，家庭经济的窘态，然后就像刚才讲的，一定要就是啊，你的收支还有就是说你的人工的一些变化一定要记下来，就是跟你的各个会计有一个集通的及时的一个沟通，有时候其实写在邮件上其实都会比较清楚，特殊变化就像这些刚才我们讲过。JobKeeper 就是这个补助的情况，截止到昨天中午，我给那个顾文上午，其实在大概就是在前天的时候，星期二的时候，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已经要定版今天的就是所有的交研稿子，所以要给顾文那边发所有的文件给他固定下来。但就很尴尬，就在周末的时候又有一些改变，所以在我又临时通知顾问，就是说我们现在没办法，现在只能星期二早上我们再改一版，改完一版定版以后，下午又发现税务局又有一些新的改变，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一些数据啊，有一些信息如果是不太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直接问我，然后有什么问题直接跟大家通过刚才提问的方法直接问我，如果有一些改变的话，大家可能也是在。最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跟大家先抱歉，就是说也有可能我尽量会确定这个文件的时效性，但也是会难免会有一些新的信息我没有带进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如果有的话，大家过程中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说这个新的补助的状态啊，就是说已经通过立法。但这个立法的非常跟其他条例的一些补助啊或者税务制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呢，就是它在立法的过程中啊，就是说把大的方向已经定好，但留了很大很大的空间给我们的 treasurer 还有就是说ATO 的 commissioner 就是他的税务专员来做相对非常灵活的一个最后的决定。所以呢就是大方向呢，今天我们尽量谈的只是大方向，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会谈，但就是真正这些特殊方向的具体的处理方法我们现在很难达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在大家在看的过程中啊，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说审核的途径大家在看就是两种审核途径，一个是在职员工已经有雇佣员工。就是这一个申请的一个渠道，另一个渠道呢就是说我们在经营过程中比如说 sole trader 是我自雇还有一些 family trust 但没有任何人工公司没有任何人工这种公司的申请是另一种渠道，所以在后面我们会细讲。然后在大家比较关注或者摸不太准的情况呢，就是说收入的就是说你公司收入的下降方面呢，就是有两种测试方法，一种是 basic turnover test， 另一种呢是 alternative turnover test。 因为在过去最早宣布这个条例的情况时候啊，就是说我们一直不确定，如果是跟去年没有一个对比或者说快速增长的企业一个对比没有一个合理的对比的情况下该怎么处理，这是我们在 alternative turnover test 就会冲这些测试条款达到一个公平的一个态度。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在选择 JobKeeper 的第一步呢，你要考虑就是说这些员工是不是还适合跟你在选择 JobKeeper。 因为 JobKeeper 跟现在 JobSeeker 呢，就是说一个是 JobSeeker 基本上这个员工跟你已经解除了一个基本的一个雇佣关系，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他能拿到补助呢，其实跟你在职的时候跟他拿的薪水呢或者说成本其实有点类似，不会差太多。因为你看金额对比的话，就是说一个是 JobKeeper， 他每两周呢会拿到税前收入的1500块，但 JobSeeker 呢，就是说你会拿到1100块左右的这么一个补助，但这个税呢其实会应该是免税，所以在这方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另外个人所得税就是说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要代扣税有帮你1500块不会真正让你拿到手里，也会要交税。然后同时呢雇主收到这个补助的时候政府拿给你这个1500块的补助的时候，你是要纳为应交税的一个补助。同时呢你可以用你的工资去抵纳，就是去扣除这些花费。养老金如果是你薪水呢，就是如果这个员工的薪水是固定成本的，就是固定薪水平常的薪水是超过1500块的话，这整个1500块你都要代扣代缴这个养老金。
如果不到的话，就是不到的话，就是说你就补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选择交税务交养老金或者不交养老金 ？Payroll tax 这个我们还不确定，因为 state 就是在不同州呢，就有不同的立法。它 payroll tax 如果要缴的话，或者不要缴的话，这个可能还需要观望，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带薪年假的产生的可能性是应该会产生 ，jobkeeper 会产生，但 jobseeker 如果你拿到这个的话，你不用给他们付年假。work cover 这一部分我们还不确定，如果因为你毕竟增加了你的人工成本，我正常来讲的话，你 work cover 是需要缴足的。jobseeker 应该是不需要。我们也希望就是说work cover 方面有能帮我们提供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信息。jobkeeper 在职员工的申请途径，就是这个我们讲的是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雇佣关系一个影响，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生意有雇人有受到生意上一旦有受到足够的影响，然后员工的基本条件呢，就是说你基本上就要判定就是他是澳洲永居或者是公民，同时呢必须是税务居民。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是新西兰的 citizen， 然后在澳洲呢有一个444这个签证，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限制的，就是说跟那个 job seeker 的限制的基本是类似的，另外条件就是说3月1号已经在职员工，全职或者兼职，就是说full time 或 part time， 就是说这些的话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但如果是 casual 或者临时工的话，他在3月1号之前呢已经满足给这个雇主工作过12个月。但如果是他在你这边是 casual， 在另一个雇主那边是 permanent part time 的话，这样的话他不应该在你这边选择领取这个 jobkeeper， 他应该是通过他的 permanent part time 的雇主去来申请这些补助。另外就是说这些员工呢，就是不包括16岁以下的员工，另外就是不能领取两份。还有就是说也是清楚比较清楚，如果是你在休息在 work cover 年假方面啊，就是说你如果是领取 work cover 的一些 wage 的话，其实你也可以领取 jobkeeper。这些是我们还需要具体的一些看到一些这些方面的文件，但现在就是它有标识我们可以领。基本的营业额的判定啊，这个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大的方向会比较清楚，就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在ACNC， 就是 ACNC 呢，现在是比较新的，大概6-7年前就成立这么一个政府机构呢，它是管理专门管理非盈利机构的一个机制，它呢会把所有的慈善机构 charity 注册在这个文档上面，它需要满足的条件呢，只是要15%的一个下降收入的一个下降，这包括 donation， 就是比如说捐款。因为毕竟如果是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波折以后，他的捐款能力啊或者说吸收捐款的能力肯定会下降，所以这个是也是大家比较注意，因为这整个几个过程啊 jobkeeper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助机构呢，补助机制呢对慈善机构呢基本上是比较友善的一个促进方式，然后他们的管理方式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门槛都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另外就是说营业额10亿以上的一个企业，它是包括这个营业额呢是 GST turnover， 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跟怎么样一个概念，就是跟你在交 BAS 的时候的定义有点类似，但这些的话可能大家如果要详细看的话可能要看 legislation， 今天没有时间讲太细。它的10亿以上的一个企业呢，是一个 group turnover， 如果要超过下降超过50%，其他企业呢，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就不包括在 charity， 不包括在10亿以上的企业的话，它的营业能力啊，营业额必须下降30%或者以上。定义难点就是说他们这些所有的销售啊，很多就是企业内部或者集团内部的一些。营业额的一些减少啊或者一些判定，其实它是不包括在这个计算公式里面的。还有一些金融产品，这是其实就会影响到很多就是四大银行啊或者其他银行的一些产品或者他们的一些营业额的一些判定。然后另外包括如果是你在经营过程中把一些固定资产消化掉卖掉，或者说你把一些固定资产变现，这些销售啊各方面也是不包括在你的这个整个判定过程中的。
测试时间段，这个又是另一个比较很多问题大家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基本的测试时间段，其实大家想的比较简单的话，可能就是两种测试时间，就是按月。按月呢，就是基本上四月到九月之这几个月啊，就是说这六个月之间任何一个月，如果满足下降就在30%，营业额下降30%，跟去年同比下降30%的话，你就有权可以申请这个补助。另外一种方法呢，也不是说税务局非要你要用这种方法，就是按季度来算，就跟你基本上跟你 GSC 的一个S 交的时间是一样的，但这个税务局也明确说了，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种方法简单的话，你可以用它来判断，但就是说这不是说一个必须的一个标准。还有就是说它测试时间，就是说你一旦满足任何期间之内，就是说你满足这个30%下降的要求的话，就是说你在过以后申请过程中啊，不需要再次满足这个条件，所以一次性的测试，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其实都比较好的。因为比如像 real estate agent， 就是他们的房屋中介，可能四到六月份他的 commission 啊，或者他的尾款还会再进来，但七到九月份的话，目前来讲，因为他没有open house， 没有一些 auction， 没有一些拍卖的活动的话，其实他七到九月份很容易预测他们的销量会，他们的收入会下降很明显，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也会注意的一个时间。所以在七到九月份的话，如果你要预测你的收入的话，一定要安排好你所有的文件。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 alternative turnover test 后面就是我们会税务局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test 的一个标准或者一个机制的一个判断，所以大家呢一定就是说还要给我一些时间，可能在下周的时候或者说这周稍微晚一点会有一些新的更新。这个呢适用于新生意快速增长的生意啊，或者说跟刚才那个测试方法去年同比的测试方法呢不适用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需要人工的一个判断， commissioner 就要单独case by case 来审批。JobKeeper 针对自助雇这个的话，其实在当时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是你个体经营或者合伙经营的话，你在没有员工但是呢其实你在通过分红的形式在拿到这些提成情况下呢，其实你在 PAYG 啊雇佣关系上其实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时候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来申请。这个申请的话其实主要生意结构呢就是包括个体经营 sole trader， 你本人可以尝试申请就可以申请。合伙人呢只能选一个，基金呢只能选一个成年受益人，公司呢只能选一个股东或者一个董事。所以基本的原则呢是一个生意一个受益人。另外就是说后面很简单的一个不包括的员工薪水呢是包括，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领政府的带薪产假这些的话，你不可以拿 JobKeeper。如果生意呢已经进入到 administration 或者 liquidation 的一个阶段的话也是不可以的，个人破产也是不可以再领取JobKeeper。三月一号之后的新员工他不能在你这边领取，他必须要在上一个雇主那边协商，他看他能不能重新 engage 这个雇主来通过这个来申请，或者呢他去只能申请 job seeker。 现在能做什么呢？现在就是说昨天下午呢其实很多官方的一些信息已经开始打开，就是说你可以在网上就是搜索 ATO job seeker， 就是一些很详细的信息已经开始大方向已经开始好了，但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 test detail， 还有一些 alternative test 的满足条件细节方面还没有完全更新出来，但你可以通过税务局的官网来找这些信息。但第一步一定要注册，你在税务局一定要及时注册你的需要就是跟税务局讲，就是说你要有可能要申请这个补助，然后呢他会通过微信会通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通知你这个开放的申请。基本我们现在确定的是4月20号已经可以开始正式申请。正式申请的话，可能你现在就是第一个要开始的 JobKeeper 呢就是 single touch payroll zero， 还有就是说key pay， 现在我已经比较确认的就是他们已经有官方的文件告诉你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实现这些提前功能的设置，不然的话你后期的工作量会非常大。支付薪水，它的底薪就是说你一旦要员工的满足这个条件的话，你必须要给这个员工支付1500每2周之前
所以就是说你必须要至少付他这么多钱，你才能满足这些条件。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经营的情况啊，必须要及时，我们要收集员工的一些签证信息，所以这些信息一定要收集齐。如果他不是澳洲护照或者永居的话，还或者新西兰永居的话，他拿不到这些补助，所以这些大家要提前准备。这些还有另外就是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讲细了，就是说昆士兰州政府呢会有一些补助，然后这些补助呢就是说细的条款会在这边，网站地址我在这边已经开放，就已经放在这边，就是大家已经可以开放去申请了。但这个用途呢就是基本上是只能用于公司的现金啊，或者日常的一些运营，然后呢金额呢是你所有员工工资的一半，或者是25万上限。所以这些有一些细节条款的话，可能如果大家还有希望有一些要求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所以这是我的微信，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额外问题需要线下解决的话，可以跟我提，然后因为这些毕竟信息量太大，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讲。另外就是会计的话，跟整个时间里面是你要跟会计沟通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也需要给你会计多一点时间让他准备，但先准备好我们自己需要做的东西，然后如果有问题可以跟大家跟我谈。好，谢文。感谢杰伟，耽误时间了。没问题，因为我知道你这边因为需要 cover 的信息量非常大，也是非常感谢，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细节的东西你也是想跟大家分享比较到位，非常感谢，希望到时候有后续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问答环节进行，或者是加杰瑞的这个微信。现在我要邀请我们最后一位主讲嘉宾 Ben 刘，宏泰保险的常务董事。Ben 最近也是非常忙，他会跟我们来聊一聊商业保险和在疫情期间，作为企业的，作为企业雇主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做好一些风险控制 ？Over to you, Ben. OK， 谢谢。首先非常荣幸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见到各个行业的这个，也是蓝领事业分析了一下咱们中国在这次疫情情况之下的一些信息，让大家有一些了解。我今天其实快速的就带过一下我们这个保险这个行业现在目前怎么看待接下来这些疫情的问题。OK。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问题是问的特别的多，因为可能您的朋友或者是做生意的很多的客人现在都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保险能不能对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疫情受到影响的经营有任何的帮助。我写的这个呢，就是说首先从定义上来讲，保险公司它对于疫情的定义就是一个全球性的COVID-19， 一个全球性的传播性的疾病，Global Pandemic。 那这个呢，很多行业这一次都没有做好准备对于疫情，Fortune 保险公司是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的。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保险公司在上一次 SARS 的时候已经其实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说保险公司已经在自己的很多的 policy 上面做过了这方面的调整。对于澳洲的国内市场的商业保险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条法案，就是 Biosecurity Act 2015年所颁布的这个生物安全法案，在其中是有专门的点名，是说这个就是全球疫情的情况之下，传播性的疫情之下呢，保险是不会去对这样的疫情做任何的做任何的 response 的，就任何的补偿的。那就像我讲，因为这个疫情其实它发展的非常快，所以说很多连政府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现在目前我们一直在跟保险公司保持沟通的状态，那他们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也没有任何可以去做更深度的解释。这个我觉得未来可能或许会在保险公司这边或许会有一些更新，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资讯的。那
受影响的情况的话，我们从我们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就已经服务性行业跟制造型的行业已经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行业，就是金融类的行业，金融服务性的行业，贸易性的行业，这也已经受到了一些的影响跟冲击。当然是不希望这个事情能发展往下，一直要到就是资源性的行业，到一些很基础性的这种行业，那这个是不希望它发展到那一步的。但是就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子，从保险这些数据上来讲，总而言之就是说，对目前来讲，商业保险对咱们的整个这种疫情受到的影响是没有特别多的帮助的。Unfortunately， 我不好意思要说这句话给大家泼个凉水，但是这就是一个 reality。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好的就是疫情之下的风险管理。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做好这些管理，其实我列举的一些呢是希望跟大家沟通一下，也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到大家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就是公司的这种备用机制。现在就像是很多的国际上领导人讲过，这是一个暂时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灵活的一个备用机制。那这一次也是给了大家很多的提醒，就是在公司的运行的阶段，我们同时还有一套备用的体制在存在，就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公司的转化的灵活性，我想大部分在家工作的你们现在也都是在 Zoom 之前开会，那以前我们是很少有过这样的经验跟机会的。这里我可能要着重的去讲的就是我们 HR 这一块。那人事的这一块呢，是一个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特别多，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一个 HR 的 division， 是专门帮所有公司处理 HR 的情况。那现在目前来讲，雇主跟这个就是员工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你怎么去妥当的处理你的这个 work relationship，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每天我们都在讲，你要怎么去 standing down， 你的 agreement 要怎么去做，稍有不小心就可能会造成一个雪上加霜的概念。那员工对你的这些条件不够满意或者之类的这些情况已经屡见不鲜，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在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下面这一条也就一样，我们的员工的体制的这个建立。我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呢，是贸易类型的公司出现的，就是比如说你的客户端以及你的服务端的这些沟通。我们国内的这些产能基本上已经恢复了，那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比较放心。但是 fortunately 在现在全球的疫情之下的话，大部分的地区的这个产能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说如果这个公司你需要一些在全球化配置的阶段之下，你有很多的其他的资源要来自于各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沟通，它的海运的 schedule 的安排。然后我们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封关的这种可能性，以及它出口的这些限制。因为有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有一些保护的措施出现了，那这些限制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产业。我们的海运保险啊，以及我们平时的这些保险，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承保的，整个运输的阶段它是承保的。只不过如果是因为它的这个收货的时间影响到你的 performance， 这个也不是在它的保险现在这些海运保险的投保范围以内。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对于一般的中小型的行业的话，我觉得下边这一条就是符合大部分的这些相应的需要，就是安保设施。这个听上去可能就觉得这些东西我都有做，但是你的安保设施的设置以及你的备份怎么去拿捏，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考虑的情况。希望跟一些安保设备的这些公司的人员去做一些沟通。在疫情的情况之下，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有一样事情是一定会上升的，也就是咱们的这个criminal rate， OK， 也就是我们的犯罪率一定会有一个直线的上升。这段时间我们一开始有接手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呢也都是一些就是因为一些意外事故破门而入啊，
然后人们铤而走险去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安保设备对大家已经很重要，这一点的话，你比如说你的备份的时间的长短，这些都是可能到时候跟警方以及跟保险公司去报备的时候所要提供的这所有的证据。希望是不要发生，因为你有安保设备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犯罪者它是一个阻吓的作用。所以说这些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些店面它已经关门了 ，OK， 有些公司它已经整个工厂已经 shut down， 不再工作了，然后员工遣散了。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些东西对你的生意有多么的重要。及时的文件的备份以及记录，这个是针对的是我们现在一个 mobile 的一个 work environment 的部分。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以前你可以在办公室里找到你的同事，但现在 unfortunately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的跟他去做一个对面的沟通，所以大家就要考虑清楚说客户的资料以及客户的安全性 ，OK， 特别是你的客户的安全，你的客户资料的安全性，因为你是在家里 ，OK， 客户资料有没有外泄的可能，那这些都是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经营的一些方面，那你的 compliance， 你的这些安全设施有没有做好，这个很重要。接下来这两点呢，更多的是针对的是咱们的这些工厂设施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制造业。很多的公司停摆或者是工厂下降了之后，你的机器以及你的很多的重型机械是处在一个低运转的阶段，或者是就完全关掉了。那我们遇到情况是说，你放置了一段时间之后，过一段时间你会重启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好像就出了问题，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但它就是出了问题。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跟你的这些维护的这些厂商以及你的这些公司去取得一个定期检查的就是一个工作的步骤。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能保证说你回来复工，你全面开始复工，你50%、60%、70%、80%、100%的时候，你的机器还是完好无损。不要在这个时候更加添加更多的阻力给自己未来的工作。工作场所的这个健康与安全报告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Report， 平时大家都没有做，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没有人了，然后也人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只是一个 option， 一个选项性的一个安全，就是一个咱们的一个风险管理。因为在这种时候你做完了之后，你对未来的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会有更多的了解。那这边呢就是一些风险管理的一些 tips， 没办法去 cover 到每个方向，但是 more than welcome，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意见的话，可以随时跟我联系。接下来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因为所有的生意它都是现在都是没有人去了，那很保险公司呢在这里的态度是说，即使你的生意是没有人在你的就是你没有员工在了，然后的话 intended 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还是继续 cover 的。不像以前说如果是一个 vacant 的一个店的话，它是不去 cover。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保险公司态度是说，如果有就算是你生意没有人，我们的保险继续 cover。 那风险是增加的，那理赔的时候呢出现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段时间的理赔，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第一时间收集所有的资料，你能收集多少资料就有多少资料，照片、影像、文件有什么就赶快去整理起来。因为这个跟第二条就很结合，因为你的第三方也就是你的 loss adjuster， 就是一般的 loss adjuster 的公司，所谓的这些理赔公司，基本上负责保险公司的理赔的这些理赔清算公司的话，他们也是现在受到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他们的工作的这个强度也不像以前一样可以很多的地方去跑。那这些的话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也要跟他们保持意见的统一，不要是说这个问题发生了之后他们的意见跟你的意见，因为大家没有做那么多的结合了，现在也没有那么多 social， 也有很多的 social distance， 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一定要给你把你的意见全盘的告诉你的 loss adjuster， 你的这些理赔清算公司，只有这样子你才能保证你的理赔可以很快的去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一个
X factor 就是一个未知因素。接下来呢，就是呢，当然就是最 common sense， 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把你的理赔提交上来，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的理赔的畅通。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的一些问题。那这边就是今天这就是我的演讲，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more than welcome， 到时候跟我联系，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客人无所谓，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资讯传播出去。谢谢顾问。哎，感谢 Ben 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些，特别是风控这一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这边倒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昆州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往来还是非常多。你刚刚说到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承保的，但是因为是如果是海关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延误的话，如果到时候你的客户跟你沟通的话，你会怎么样子去跟他们沟通，就是他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一些延误啊，或者是这样子的话，因为他们可能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有违约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会怎么建议你的客户？现在就目前来讲的话，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要在客户端以及你的服务端去沟通，去做更好的沟通。因为现在海运的保险基本上是属于 A 点到 B 点，就是两点之间它的整个运输的过程不要出现问题，那这里的话保险是继续承保的，它的时间上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上限，有些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但是一般时间它是会有延长一段时间，它会给自己充足，就是保险公司会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做准备。那说到延误的这个问题的话呢，现在目前保险公司是不会去承担，就是不想把话说的这么死，但是的话就目前我们所收到的所有的信息，以及所有跟海运保险公司他们所做的沟通，基本上就是说对于延误的影响这一块，它不在保险的投保范围以内。那这个就是只能是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的风险管理，出关入关所有整个过程的时间线。现在以前我们发出去了货了之后，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不太会注意，因为照常理就应该是这样，现在不要用我们照常理的这种想法去在做事情，要更细节，要更细化我们自己的这些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毕竟是自己的生意，所以说还希望大家在这方面注意。谢谢 Ben。我这边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就是做的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就是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对这个中澳两国的这个关系表示，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不太会有太大变化。这边的话，我刚刚因为我们Ben 和 Jerry 这边有完全不同的建议，不同的观点，应该 Jerry 是比较乐观，然后 Ben 是非常悲观。现在我要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蓝领，因为这也是一个我们觉得海外华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疫情之后，对世界格局有何影响？然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会有何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其实在澳洲，将近30年以来，这个经济增长起了至关作用，也是一个唯一一个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有过 recession。那这次是不是中国会再次帮助澳洲走出这个经济低谷？蓝领交给你。谢谢顾问。这几个问题，这个特别第一个问题比较大啊，不太好回答。我想是这样啊，这个首先说关于这个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或者叫世界格局的影响，那什么是世界格局呢？世界格局它的核心是美国，对不对？美国现在当老大呢，这个它靠的是什么呀？靠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的优势。那么疫情啊，它并不能够消耗各国的军事力量，对不对？那么短期呢，这个疫情对科技也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么关于经济，因为疫情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威胁，它会对各国的经济啊构成普遍性的损害，所以各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呢，它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大家都受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呢，长远来看呢，世界格局不会因为疫情发生大的变化，还是这样。那么再往远看的话，那么哪些国家经济恢复得好，未来的话语权呢可能就会更大，
你越是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国家，它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也就越强。那么越是贫穷经济不发达规模小的国家呢，它就越经不起这个疫情的打击。所以疫情可能会导致呢强国越强弱国越弱。这是经济格局的一点想法。那么关于这个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想这可以两个方面。一方面呢，这个某些国家的一些政客呀，还有一些这个部分媒体啊，反华的媒体，他通过歧视性的言论呢和一些这个不实的报道，在污名化中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确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即使这个疫情过去了以后呢，这些影响或多或少仍然会存在。这一点呢，我们肯定要有清醒的这么一个认识和估计。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疫情它是一个曝光器，大家常说哈，它把世界各国的实力呢实际上都暴露在人们的面前。那么毫无疑问，那个就这个防疫情扩散这件事来讲，这是绝对显示了中国体制的优越，我相信没有人怀疑，不管你嘴上承不承认，心里你是也必须要承认的。那么今天就现在这个中国是个什么情况，现在我们是内防扩散这个外防输入，这绝对显示了中国体制的这种内防扩散外防输入，这个全国人民继续保持警惕，已经开始复工复产等待疫苗的研发，对吧？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帮助上百个国家在抗击疫情，同时中国倡导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还有相互尊重啊，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这些新型国际关系呢，未来也有望在世界范围内呢获得更广泛的这种共识。关于中国对澳洲影响，那么刚才顾文讲了，这个三十年来可能澳洲借着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种快速发展吧，确实澳洲得到了很丰厚的这种利益，特别是像铁矿石、煤炭啊，这些资源性的商品，实际上因为中国有大量的需求，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收入。实际上从2015年中澳这个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后呢，双方这个合作是更加快了。现在你看这个澳洲向中国出口，主要是这个铁矿石、液化天然气、煤炭等等，这些每年大概有700亿澳元，量非常大。服务贸易呢，你像这个教育是吧，吸引留学生大概每年大概有400亿澳元的规模。你像旅游，中国游客呢在澳大利亚大概是有15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规模。实际上这些呢都是由中澳双方的一个互补性来决定的。那么虽然有疫情，但是未来这些领域呢，这个它肯定会受到影响，有大有小。至于说现在呢，确实很难判断它影响到底有多深，我想这个影响程度大家都会不断的去更新，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互补的合作领域大家仍然有很多的机会，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么关于中国实际上在澳大利亚也有投资，这个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很多的限制，大家也都知道。那个现在实际上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呢，实际上也是缺乏一些信心，特别是在像电信呀、基础设施领域，澳洲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很多的限制的。那么未来呢，中国可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呢，肯定会受到这些的影响。那么这些限制措施呢，它也会对双边的这种经贸往来呀，经济关系啊，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是我的一点体会。感谢蓝领，感谢蓝领的分享。Jerry 和本，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至于就是说，因为是从你们作为这个企业的这个 owner， 从你们角度对这个双边的这个关系有没有什么自己想分享给大家的？因为我马上要结束了。好了，其实我觉得蓝领讲的很好，就是各方面讲都很全面。现在其实在通过这个疫情以后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管对中国的态度或者怎么样，其实大家会感觉到其实紧密，太紧密了。就是说健康啊，或者经济啊，产品的流动性啊，各方面中国好，其实大家都会好。然后其实双边的一个促进的一个关系，没有说谁是谁的问题，或者说谁有对谁有错。
太难分开了，这些东西。无非现在就是税务，就 FRB 他们现在就是海外投资委员会就是出过了一些政策，就是说现在对中国的投资啊各方面会有一些限制，或者说有一些审核的方面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但我觉得太难分开了，我觉得应该会。这个 FRB 这个不是针对中国唯一的，它是针对所有境外的投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只把它就是觉得针对中国的，对吧？因为我们也要公平的来看这个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觉得通过这些，希望通过这些事情，大家会意识到，就是大家，都是紧密相关的，没有说谁的责任或者谁的问题，就是大家责任都有的，都要分担的。对，谢谢你。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觉得说的是非常到位的。然后今天非常感谢蓝领士 Jerry 和 Ben 加入我们，然后也是感谢大家，在百忙当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 webinar， 如果之后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然后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然后也是希望你们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日后举办的一些 webinar， 然后就祝大家就是都要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我看这边，Amy 这边还有，对，我这边还有两分钟，然后有一个问题，他说是which is the way for self-employed person？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来解答一下，是不是他那个他当时我们刚才讲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那个是 employee 的 pathway， 还有另一种是那个 business participation。他那个对 simulation， 就是说你现在说的是那个cash booster 的话，如果你没有给自己开工资的话，可能不行。然后如果是就是说有开工资，就比较简单。如果没有开工资的话，你就只能做那个 jobkeeper 那个问题，就是说同样你的sales 啊各方面会有下降。然后呢，你要申请的 pathway 也是从那个 business portal， 在申请 business portal 之前，你要有 my gov ID， 然后通过申请的话，它要让你填一个表，然后你要选那个 pathway 是那个 business participation， 那个就可以做。那个会现在具体怎么做的话，可能现没有一个真正的实力告诉我们怎么做，现在只能说现在稍微就是稍微等一等，应该这周晚一点，因为毕竟星期一已经开始申请了，20号就是说他们现在要开放申请，所以就这个稍微小心，自己发代扣税可以使用，对 director 的 director fee 可以的，但你必须有给自己开工资，通过 payroll 走。这个必须要通过 payroll 走才行，其实也是税务局的基本方向。去年开始，大概19年7月1号开始呢 ，director fee 不能通过转账的方式来做，必须要通过工资单来走。其实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方向。如果你要通过工资单有给自己开工资，虽然说是一次性的 director fee， 但它也是在 cash booster 范围之内有的。好的，好，感谢大家。然后因为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 PPT 的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到时候上面会有 Jerry 的 WeChat 信息。然后最后感谢大家参与，然后也是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我们有机会在线上再联系。好的，感谢大家，拜拜。好，谢谢。好，谢谢。